今天了，拿钱去离家凑一顿。泰迦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千万不能让奶奶看到成绩单，这次成绩这么差，我肯定会被挨揍的。哎呀，藏在哪儿呢？哎，有了，就藏在这儿吧。嘿嘿，我可真是个小聪明啊。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谁能想到还有女要给我写情书，好害羞啊。先藏起来，等有时间慢慢看。哦，就藏这儿吧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趁玛丽不在把私房钱藏了，周末还约了迪迦去吃大餐呢。嗯，这个箱子是个好地方，就藏这儿了。给我站住，这次考试的成绩单呢？啊，在这里，我找找。好啊，泰迦，现在还学会偷钱了是不是？奶奶，这不是我干的，你听我说啊。我还听你说？听你说什么？这臭小子居然考了这么低，泰迦给我出来。怎么了老爸？这就是你考的成绩，学习成绩下滑这么厉害，怎么回事？别打了老爸，我下次会努力的。终于等到今天了，拿钱去和迪迦凑一顿。泰迦你给我出来，年纪轻轻居然早恋，我让你早恋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太远了，快停下。杰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银河，上课了，快醒醒。我有办法，让我来。干什么呢？都上课了还在这里大吵。泡芙，银河好像睡着了，叫不醒他呀。睡觉就睡觉，还在这里盖着被子睡，太过分了。我说怎么叫不醒他，原来戴了头盔啊，看我的。什么，居然早有防备，能不用蛮力把它粘下来？戴头盔也太厉害了吧。有了。太远了，快停下。杰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我在这里啊？为了不被打扰，我偷偷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了睡魔中的杰德，借用迪迦的瞬移技能偷梁换柱，这样我就能好好睡一觉了。从前有位叫奥特之父的老人，叫不出来了。三个逆子非得踏着点来特训，哼，我看今天谁敢迟到。
曹三、赛罗，咱们的爸爸好像心情很差呀。爸爸好可怕，今天逃学算了。哎，我有办法，嘿嘿，把二传心人的隐身能力这下能派上用场了。厉害呀，大圣，你们就瞧好吧。嗯，我怎么感觉大圣在附近？哎，还好我有准备。啊，大圣，果然是你，过去罚站啊。大圣失败了，看我赛罗的，赶紧上场了。杰顿瞬间移动，嘿嘿，成功了。别以为就你会瞬间移动，我的赛迦不大会，还比你的杰顿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你们两个真让我失望，气死我了。完了完了，他们两个都栽了，看来我只能用这招了，使用皮骨萌的变身能力，变身奥特之母。嘿嘿，这下没问题了。早上好啊，大力。站住，你根本不是奥特之母。爸爸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是我没变身？不是，昨晚我私藏十年的梨花钱镖我发现了，花镖说再也不跟我玩了。咋了？屁陈刚一波？钢枪，我可最在行了。我还不带这么玩的吧？终于进来了，哎，赛罗呢？我在这儿，我被墙卡住了，这游戏有 bug 啊！你摁一下 S 后退出来试试。还用你教我啊？我看有空投，子弹小心，你那边防区去人了，帮我一下。好，我帮你封个烟。泽塔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手榴弹。你扔错了，你们等我，马上来扶你们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快就剩一个人了？放弃吧，泰！警报！警报！检测到贝利亚开挂，系统决定给贝利亚封号100年的处罚。恭喜获得吸血技能。我是托利西亚，怎么不掉血？托雷基亚这是中了杀病毒，拥有了特异功能，现在他比开挂还厉害。托雷基亚继续吸血。哎，我的血球，再加隔离球，我们快跑。对，托雷基亚自从获得了芈月的吸血技能，厉害得不得了。走，咱们先藏起来。泰塔斯、泰迦、隔离球，你们快出来，我看到你们了。泰迦，咱们这样藏着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等一下，容我思考一下，这托雷基亚打不死，我们怎么硬刚也是刚不过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们做一个锁血点滴，他吸咱们血的时候咱们硬扛，这样可以耗他的蓝，等他蓝用完以后咱们就一起上。好主意，不愧是泰迦。其实这是我儿子做的火锅汤点滴，加入等离子火花能量就变成了现在的锁血点滴。那你好了，咱们开始行动吧。好家伙，你们这样贸然出来就是自投罗网。哎，你们怎么不掉血呀？哈哈，来吧，展示。泰迦，你这个锁血点滴是真的牛。嘿嘿嘿，其实都是小意思啦。